有船仔坐呀。有得踩艇仔噶喎，千年未见过。之前执咗粒，而家又复生啊！太好啦！之前几次嚟都系干塘，终于有水啦！而家似啲药啊，到咗水塘，真系有水嘅水塘咯、啊。前年嚟過，舊年好似冇嚟過。喂，真係全部都係水喎、啊！而家啊，幾多年呢？呢、這個水塘係1899年，傻啦！1899年，即係幾多年前啦、啊？200年前。好啦，唔理啦，呢啲唔影啦。我哋目标系去 Middlesbrough 嘅 AOP， 跟住紫荷山径嚟咁行啦。其实之前行过好多次噶啦。好，继续。喺公园住个引水道一路行，不停行，冇人行。行曬去大東山打卡。如果呢度吊鐘盛開嘅時候咧，超多人，啲人嚟睇吊鐘花。我都嚟睇咗幾年 ，Red and Sunday 嚟死眼。好，繼續。以前咁樣引翻啲水落翻嚟。石屎路轉為泥沙路啦，前面有人。分支路，我哋落去 AOP。KTC 局嘅嘢都可以由呢度整上嚟啦。行咗一半落嚟，就到啦。好，繼續慢慢嚟。好多蜜蜂啊！不過天氣涼咗都有蜜蜂，唔係咁好。個 AOP 個通風口啦，終於落到嚟啦！綜合 AOP，
好啦，呢、這个就系综合 AOP， 入到去嘅，不过个门已经烂晒啦。睇下附近先，以前呢度就应该望住下低嘅。封口嗰度，都其實有樓梯喎，有引水道有樓梯，呢個應該可能係算啦。喺呢度翻玩下啦。兩邊有路喎，兩邊都有山徑喎，原來。个牌写咩先？配水库上高嗰啲旧嘅气孔，爱嚟放气或者入气用嘅。新浅水湾配水库起咗之后咧，呢、這个配水库咧就废咗嘅，个牌都油到黑色啦，咩都冇晒喎个牌。好似一个蓄水池多啲喎。英國佬 Jenfield 嗰啲水壓仔，呢、這個呢幾嚿嘢都係水務設施嚟嘅。呢個應該純粹去引水道。一條石屎路，之餘仲有個營喎。
好多蚊。垃圾房啊！垃圾多到爆啊！這個掩體入面。哇！這個型變咗好似垃圾房型啊！應該咁樣落山，佢就要爬翻上去。佢即係守住呢度，翻下低。爬得好近馬路，佢應該落唔到去，密曬咁。呼，有啲裝，食曬。好，飛佢，好大個蜘蛛網，睇唔到添，食曬。馬嘴先叫，其實好近下梯嗰啲屋噶喎，聽到車聲。淺水灣道是不是唔記得啦。佢 LP 嘅頂。咁嘅設計先至啱嘅，其實掉唔到手榴彈入去嘛。好，回歸。呢度有幾個戰號，日軍多咯。呢度都有個，不過嗰個塔都已經好，有兩個，至少有兩個，但係嗰邊好難行啊，要一個。呢邊都仲有個，幾個添啊？呢度都有個。三個，嗰邊可能仲有，嗰邊睇唔到啊，比較難搞啊！食咗只蜘蛛之後，而家補充咗體力啊！哎呀 ，oh shit！ 呢度呢個都係，應該幾個都係。守住呢度，向上、向下多啲啦。好，繼續上翻大路，紫羅蘭山徑。好，終於捐翻出嚟啦。嗰度有得上噶，今日求其啊！港島三灣、淺水灣、中灣、南灣，最遠就中錦閣山啦，中錦閣啦。好，繼續。好，淺水灣道，淺水灣，西貢有四灣，港島南有三灣，淺水灣，中灣南灣，
浅水湾酒店啦，嗰、那个最远嗰度就系中坎角啦。好啦，最靓系呢个 view 噶啦，同埋嗰边个 view。好啦，海洋公园喺嗰度啊。好，继续。这个紫罗兰山景是非常之，不过啲石越嚟越烂喎，不过好多巨石，即系要小心啲。下低浅水湾，今日好好天啊，游水都正。水湾酒店这个的紫罗兰山景最漂亮的是这里了，还有刚才的几个位置看整个港岛南，很多人玩风帆，今天都辛苦啊！喂，拜拜。系咪过咗孖江噶？过晒啊！直情落山。系啊，系落山噶。即系落埋楼梯添啊！呢条真系紫江桥，呢条系旧嘅。扯上383孖江山，好，一条系继续出，好气。走啦，主人走咗啦，嚟到顶几多级啊？你估啊？900，有排，继续努力，脚软，不光顶。脊柱、學嘴，唔係脊柱，學嘴。下低就脊柱。要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先，无聊在这里暴晒的。
石柱岗，系咪咧？002，哦，全落啦，終於好到偉徑一段逆行最尾。翻赤柱監獄，哈哈哈 ，OK， 什麼都問到我難了，真唔得搞笑啊！OK， 俾位俾人先，佢哋頂唔順我啦。Okay, 不舒服。Que ya es muy imposible, también en un terreno. Que ya la más posible. Que aquí no ha concurrido. Si no. La pequeña.行咗去边？唔知。周围都是草。有啲难度。因为呢个系向上行。算啦，弃权。探狗夜公园。